公你在吗？公，这电话给他逼一下好吗？这个无乖哦，乌条哦，走走走走走，这边我没有来过，哇，这个被挖掉了。这个没了，空了空了。一个人进来，一个人进来这种乱葬岗的坟场，感觉是不一样的。真的，感觉是完全不同的。因为毕竟现在对我们来讲，两个人进来坟场，其实我已经完全都无感了。不管这个坟墓再恐怖，但是一个人来的话，会很嗨哦。我觉得蛮嗨的。记得戴上耳机。坟场的环境是 EVP 非常多，但是你们要很仔细在听，很仔细的听。一个人进来坟场，就是讲话比较不会那么吵，比较不会有那么多杂音。在吗？公，这电话给他逼一下好吗？可以再逼一下吗？阿公在的话逼一下，刚刚有一点反应了。阿公不爱吵啊，不要紧，换个地方，换个地方。整副的棺材啊！不是骨头啦，棺材，看到？这个很完整哦，这个剪应该是剪干净的，兽医。还有，这边还有，
欸，我没有胡乱哦，我刚真的有听到有人在讲话的声音。还有，这边还有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躲雨吗？我要展现我的神机。他怎么打我？他是前躲会滑过去，刚滑过去。谢谢斗内，谢斗内。阿妈你爹吧，阿妈你爹吧，红阿妈。你讲，你说什么？什么？我可以跟你聊聊天吗？那个，哎，完蛋，这边讯号一直断掉。阿妈，给个面子，阿妈，给个面子，阿妈。好了，嘉一，好了，嘉一。是姐姐还是阿嬤？我叫你阿嬤，你敢会生气？请问一下，我叫你阿嬤，你会生气吗？阿嬤，你贵姓阿嬤？阿嬤，你贵姓阿嬤？红，可以让我知道现在有多少灵体围在我旁边吗？你讲啊啦，让我知道你的全名叫什么？你贵姓的呗？哦吼哦吼，雨还没停。看得到雨吧？加码个我。哎呦，要死我，都败了，见见见。哎，我这样背对马路，我都败骑过，看到我会惊到呗。就会又流传一个鬼故事。哎，我那天经过这条路的时候，看到有一个人站在坟上面，半夜的时候站在坟上面。会不会又因为这样子流传一个鬼故事啊？给给够掐来啊！哎呦，妈，我很尴尬呢，你掐唔好直直来啦。我不想当鬼故事的主角啦！啊，加了！哎，这是不是牵走了？牵走了吧？啊，没东西呢。OK, 没东西。嗯。你们第一次看到里面吧？啊，这个墓，这边好可惜。太晚知道这里了啦，都要拆了啊！今天磨成一颗，你看，等一下我把灯关掉，快吓死啊！你有没有看他赶快骑走？他远远就看到我了啦！你们注意看他转弯的姿势。那就是有看到什么东西惊吓跑走，那等一下雷惨哦，我再跑去救他，整个昏倒。我本来是好心要去救他，结果他想说我要过去抓交替的呗啊。里面一点好了，因为我刚走出来是怕等一下下大雨啊。但是我在外面又怕吓死人了，啊！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中尉你好，我真的躲到没地方躲了，我们两个交个朋友好不好？
我们两个交个朋友好了。哎，好歹我曾经也是中华民国的国军哦，学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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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叫 EVP 解放。你得上，学长，你得上，学长，你可不可以精神答复给我听一下？你还记得吗？雄壮再来嘞！你我看对吗？回放，给我回放。他说威武吗？我应该不可能吧？应该不可能威武吧？阿妈，你生前喜欢吃什么？西瓜。你生前喜欢吃西瓜是吗？还有什么？什么运动水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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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乌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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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是看到人受不了啦，我真的怕吓到他啦。这个大半夜有人站在坟前面，晚上十二点经过这里，那个坟墓。有一个人蹲在那边，头低低的，好像在吃着贡品。